张郎君，今日多谢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身体不适，还是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我爱，走。是张郎君啊，张郎君还真是热心呐，送我船上的丽人去医馆，又把她送回来。劳您大驾，甚是惶恐。这就是燕郎所说的惶恐。我这不是才刚看清是你吗？而且这深夜登船，谁知道是敌是友呢？你说一旦是到船上来偷东西的呢？端午，长郎君，失礼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今日多谢你。这是圣上所赐，平安无事牌，你日夜带在身上，定保你平安无事。我不需要。带着吧。长郎君，我真的不能收。拿着吧。使不得。端午。长郎君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三二一，郎主，怎么害怕了？张郎君只是好意送我回来。你在猪场那些日子你都忘了？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？张郎君是好人。那我是坏人？你可知道你输了鲛人夺宝会接受怎样的惩罚？哦，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的话，张郎君会带你走的。端午不会跟他走的。为了血珠才区区三百万，张郎君一个柳叶金就足以啊。血珠我可以拿回来，不用靠任何人。那我罚你，你可认啊？认罚。进来吧。这张郎君让我善待，我得给他这个面子，所以我给你两个选择。这第一，从此以后商队买卖生意来往跟你无瓜葛，你到上苍来做事迹，只贴身服侍我一个人，那自然血珠你也别想要回去了。好，我选第二个。罚你二十遍，而且从此以后给我滚回底层，想要进商队就得一步一步给我爬上来。端午领罚。